你不能在香港待了，我会尽快安排你离开。这样，今天晚上去越南的货船会把你带离香港，东江纵队的兄弟会去接你，然后直接送你去大教育。我现在还不能离开，时间还没到。如果你现在不离开，你就走不了了。这件事你先不要太紧张。我已经离开了荣泰药铺，他们对于我的了解只限于一个代号，而现在整个香港同志的安危更重要，只有我才能联系上他们。 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。真正的革命是不能做出无谓的牺牲的，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，对吗？但是革命肯定是要有牺牲的，有些人牺牲，也是注定的。你告诫我不要牺牲，但是你现在自己主动要去牺牲，难道这就是你口中的并肩作战吗？子敬曾经跟我说过。 并肩作战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让战斗延续下去。子敬是谁？子敬就是贾秋然，他是我的圣贤，也是我的亲兄弟。我曾经也这样劝过他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但是现在看来，这一切都是我们选择的。 也是命中注定的。命中注定你是驰骋，你找到了我，我接替子敬的使命，帮助你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。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保护我，而是像你所说的，要保护香港所有的同志。但是没有了你，我找不到所有的人。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没有一个是畏惧死亡的。 但是我们也不能做出无谓的牺牲。我并不是劝你在逃离战场，我只是让你赢得希望。这样的话，我也曾经劝过自己。不一样。我们还没有到无路可退的时候。等风声过去，我还需要你继续联系其他同志。他们在等你。你就是他们的希望。